对，在这个乐器都可以重新定义的时候，我们再想想，那我们的音乐本身是不是可以重新定义呢？我今天为了今天这个分享准备了一些材料，哎，好，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啊，很简单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水滴落在一个水塘里面的声音，很简单。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在教科书里面问说这是乐音呢还是噪音呢，它属于噪音，因为它没有规律的震动。我们看看这个噪音可不可以有好玩的东西出现。我们先改变它的频率，这是我们听到的刚才的东西啊，更高一点，再给它一个空间啊，开始有意思了。我们再收集了其他一些水滴一块把它放在一起组合一下，是不是这些小水滴变得可爱起来了？但是这些水滴还是在台上，我还在这里讲，你还坐在台下，我觉得离你的距离还不够近。如果我们把很多小水滴汇集在一起，它就是一个小溪，小溪还可以流向大海，你还可以听到你被大海包围的声音。然后我们再把刚才开始的节奏和声音再放回来，让它在空间中运动。位置，对，像这种沉浸感也是另外一个维度，让你去感受一个声音的美好。对，相信这小段音乐我都做了两天哈，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那个音乐细胞的一个小的活动。